来玩这款游戏《背包战争》。给我感觉好像就是甘道夫那种玩法吧。点一下，我小心翼翼的去点呢，我怕点到广告。开始吧，大家一起来耗时间啦。哎，刷新，确认，滑上去啊。哦，这是方块的模式啊，填一填就行了。还可以刷新背包的格子啊。算了吧，如果你是武器，我就看了。哎，有二倍速哎，看广告哎，看一下吧。这游戏还有脑哎，看我二倍速还有四倍速啊，我觉得很不错啊。就是你看，你看两个广告，花1分钟以内的时间，然后你可以省下应该5分钟有吧？为什么之前的游戏都不这么做？这有脑哎哦。当然，这样子大家都不浪费时间啦，你就用广告赚钱就好了嘛，不然你就卖一个特权之类的啊，没特权，没特权，你就是让玩家看广告嘛。你看这样子多顺，哎，这款游戏还不错哎，哈，哦，获得30银币，四倍速哎，读读放屁啊，补补。放屁是不是？不不，哎，消灭怪物，这个该不会也要看广告吧？这个我不敢按呢。按下去是不是看广告？好兴奋啊！点下去有嘞，消，哎，有啊，第一次免费啊，看按了，虽然没什么感觉，但是怪物确实是消失了。至于缺点哦，缺点也是有的啊。缺点就是它技能释放太普通了，就是一个背包客，把现有的工具材料拿去丢一丢吧。好了，我是觉得所有类似的游戏应该跟这一款去进行看齐才对哦。但是它这个广告太多了，我觉得应该修正一下吧。好了，本次影片到这里，大家拜。